各位朋友，欢迎到我们八九八下午各位来宾，我是刚到台湾的主持人。那今天先非常谢谢各位的提议，在下午立即回应我相关的问题，非常重视我们国民党和这几天主持人的活动，还准备很多来回应和这个主席所关心的问题。那真的谢谢。他的回应速度太快啊！这个月我首先针对他回应会议，这个有几个简单清楚在有些科学里。其实，在我面跟科主席一米多百米之间，这个副主席就已经跟科主席说过，最重要这个南港合作是要让我们的各自的支持者能够在同一张选票都能够联合在一起，它不是一个好比赛。这才是我们政党合作最重要的基础。当然，这个时间其实朱主席很早就过了，他主席一直是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在聊的。那今天柯主席共请回来，包括刚刚讲出名的，你讲我讲并不多，阿基西西来的，陈主席，如果是有点的话，我是要给我的当事人啊，要给我的当事人，叫买人讲起个代志，讲完了，就来我来见面。来讲这款代志是应该，啊，讲这个代志，其实啊，讲几啊摆啊，像这个是讲，伊提出钱资料，要去平均偌济，我提出，伊问讲啊，我伊要平均偌济提出，啊，伊提个钱资料，伊讲啊，我伊要平均偌济，伊提出来讲，我啊提出叫伊做，啊，讲我伊要讲个，结婚的对象到底是不是买人讲的，大家答案拢是做这个家庭，啊，做这个家庭好难是，所有。专台湾有六十来英雄的家属哦，亲属所抵达的哦，那大概当天来结婚哦，刚刚出户的，按人给我提供后，结婚找准备，我得知西方找准备结婚嘛，啊，只要当面结婚，该的钱就得找准备，平均含程序到聘礼，他甚至来个出几干的啦，他到底有没有出啊？我会给嘛，跟我签字，啊，不会出啊，我会给个有名的结婚信啊，而且没结婚的呢，始终不会只会当面消息啊。啊！不要你讲，哎，我跟关你几个单位，上面我天天是吃瓜。爸爸，你干嘛进来啊？哎，各自负责就行。啊，你还不跟对象是吃瓜？你买两个清楚，我两个在讲骗金骗利。那阿麦大家讲嘛是讲，阿你啊，唔爱结婚啊，爱过日子就干一条，清楚来对啊，无走向的啊。啊，你写出来听吼，联合联合，我们只来经验，只来用。啊，蛮多咱大家所谓情绪，所以吼，我老会低温啊。我不逼婚啊，我爱有情有义啊！你爱花一千万，我才给你钱。所以我才带足贵啊，我让你走来走去，你过来再拿钱。啊，我姐姐是不滴的哦，美女你不要问我，对我说咱们一对不是我定的，一对是时间一共找一对，他跟前面要到豆子两个，所以开放式是这样子两层的，所以这些五万定金是两万块钱，所以买卖都不能有事。那我要定的啊，变钱变钱，我每个月几成啊？他得进入另外一个程序，就另外一个程序叫做政党协商。政党协商就没有所谓的提名表，也没有开放出现这回事。黑金黑利都变了，两个嘛，买两股啊，你都讲啊，功课变了讲，啊，带买两股买就讲。所以其实我今天最主要的，谢谢柯主席第一个时间到，像我今天讲的，跟我们一样啊，坚守承诺，对政党合作是前面的期待。老板一个，支持你，也当大家给我们成功。外企的这些哦，角色是你们，而且都大企。啊，那边是他们联合内阁，他提供一呢，啊，那是全国大家一代，啊，所以各自去加油哦。啊，你紧讲哦，看要安怎去紧讲讲哦。啊，我今仔你也无讲啊，你今仔去当半杯一杯茶讲，到底是几个错，还是错错？你卖讲个事。啊，反正那边是来不拢上来，啊，不拢上来啊，我不能够叫来讲二三，我这门不爱开门，搁到上海，哦。拜托，时间不是我问的啊，啊，机会不是我啊，你记得要有钱，我没有机会啊。